我叫阿米迪，我叫蒙格东，我是汪可涵，我是唐金，昆仑决，我来了，我准备好了，我准备好了，我来了。昆仑 fight， 내가왔다나는유양내다나는이상현이다김동수입니다이지현화이팅내가정규진이다화이팅쿨룬 fight I'm coming and we love 쿨룬 fight yeah昆仑决世界极限格斗大赛决战冰城的现场，马上开始的是昆仑决超级战。这是一场女子58公斤级的自由搏击大战。有请对战的双方，来自欧洲格斗王国荷兰的选手 Marloes Merza。Hi, I'm Marloes Merza and I'm from the Netherlands. I live and train in Thailand in Pai. In Thai, kickboxing is just something that's inside in your heart. You don't choose, you just fight.This is just what you do. You work so hard, you train so hard for 3 times 3 minutes or 5 times 2, and then at the end you win, and that's the feeling you go for. My friends always say I have the outside of a woman, but I'm inside a man. I'm in between. I know it's not for women, but it's, I think you're just a fighter. Wang Kehan.身高174公分，年龄23岁，职业战绩20战19胜1负，8次击倒对手。大家好，我是汪可涵，我来自黑龙江牡丹江。嗯，这是我第一次习武，这么多年以来第一次回到我的家乡比赛。有一种就是回到家的感觉，同时压力也来了。第一次回来肯定想做到最好。我不在乎比赛的输赢，我只在乎比赛的过程。我打比赛是一种享受，大家看我的比赛也是一种享受。这里是青海卫视和昆尚传媒共同打造的大型综合格斗赛事昆仑决的比赛现场，这是哈尔滨站的比赛。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中国选手汪可涵对荷兰选手马罗斯梅尔查。这是第二中国选手开局以后呢，攻击非常猛烈，但自己啊，哎呀，马失前蹄，自己挂碰到了这个拳绳，操之过急，欲速则不达。但进攻还是比较主动的，注意这个张柔，好勾踢啊！我们看看，实际上这个小耙子，利用对方的重心的变化呢，这个水军员小活，腿法的变化现在非常有，还是打得比较主动，用自己的拳法连续进攻对方，不给对方这个还手之力，任何机会都要抓住。荷兰选手好像对这个近距离残暴这个也很熟悉，然后快速的使用西法还击。哦，这个汪可涵的拳法好像还是占有优势，做些变现的拳法组合，在非常主动的这个位置上，而且非常连续连续。好，对方的抗击打能力好像很强。像这种近身纠缠的打呢，应该是连挂带打，所谓的拆打。哦，这个旺卡的拳法还是非常，机会还有。旺卡这几年力量比以前大多了。做一下变现的这种打法。那对方居然还能扛得住。但是这种送上去的这种缠抱啊，有往往呢会失去连续猛攻的距离和机会。那有时候适当的保证距离可以保持连续进攻。对对对啊，这种调整是非常关键的。对，所以叫边打边控边调。中路拳法，我们看到这个变现的这种直勾摆交叉进行。对方现在是疲于招架。这局王可涵应该是打得很主动的，而且也很有效。
低腿的干扰和拳法的这种逼近，应该说相辅相成。加油！反击，漂亮！这中国式接腿摔，虽然不能够得分，但是呢，对对方的这种遏制的应该是显而易见。对，有时候影响对方对腿的信心。王可涵很显然想用拳法解决问题。好，钟声响起。这里是青海卫视和昆尚传媒共同打造的大型综合格斗赛事昆仑决的比赛现场，这是哈尔滨站的比赛。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中国选手汪可涵对荷兰选手马罗斯梅尔查，这是第二比赛，非常激烈，要从容一点，现在不要乱，既要凶狠又要沉稳。连续的一腿的这种抽扫，上下结合，左右开弓，对方起腿啊非常犹豫，加强反击，用前手拳直线拳法开路，前手拳连续，还有最好做个垫步，正所谓要拳打人不知，转身腿又是一次，现在打得比较放松，连续拳法，双方平拳摇闪。陈先生，我们看到蓝方选手虽然比较被动，但是他的意志品质啊始终在鼓舞着他继续战斗。对，所以这样才会使荷兰诞生了很多世界拳王。好，也是转身腿啊，但是距离没有啊，这转身拳。蓝方选手还在这个采用压迫式的想挽回局面，因为被动而打会失去这个比赛。但从实力来说，我觉得汪可涵好像占有上风，特别是拳的实力。优势怎么能够变为胜势呢？这个蓝方选手的抗击打能力好像超出预想，像这样头部被重击多次以后，实际上很有可能失去防守能力，最后被 KO。但现在看不出来。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在蓝方选手啊对头部的保护，应该说呢还是非常的规范，非常到位。对，好像没有影响他的防守。因为我们看到，虽然这头部频频被重击，对，但是呢，因为保护的比较得体，所以说基本上还能控制住这种再战斗的能力。跳起脚来打，我们看这飞身的拳法，还差几秒呢？五、四、三、二。两位女子选手第三回合较量开始了。这里是中国武术协会刘普雷在为您做现场的技术评论。漂亮！
陈先生，你看到红网选手虽然是压力给对方施加的是相当的沉重，也相当的频繁，但是我们看到蓝方选手呢，意志品质和他的反击能力并没有由此所有所降低。对，你看怎么样的进行一些评价呢？这一个是这个蓝方选手，我觉得综合素质还是非常高的，虽然在这个绝对实力上可能处于下风，但是他还保持了非常好的这个战斗意志，所以呢，他没有任何看起来被击溃的感觉。对，实际上从比赛情况看的话，实际上他受到了多次的头部重击，而且都是非常重的头部重击。对，一般情况下已经被 KO 了。现在拳的这个线路呢要刁钻一点，要有一些多的方面的变化，尤其要找好那个发力点。对方的前手拳啊，这确实还能够阻止红方选手的这种连续进攻。实际上的话，从前面的情况看，汪可涵的这个后手直拳和摆拳其实都有，关键就是力道，打不退对方，就是这个力道。我们讲的如何打倒对方，关键是呢，你有没有这种渗透性、刹车性，这种刹车效果。汪可涵主要是用拳法在打击对方，而且他拳法也确实明显具有优势，无论是速度和力量都占有优势。连续的拳腿组合，那对方呢始终还是不放弃抵抗，而且呢适当的还击啊，还是令我们对红方选手呢还略略有点担心。是，这个比赛有时候瞬息万变。对，做出来了，但是这个力道啊确实这不尽人意。对，还有那红方选手呢得势不饶人呢、啊、时间不多了，再有能不能完美的收官呢？我们看到对方非常顽强、对方非常顽强。一号裁判30-26，二号裁判30-27，三号裁判30-28，比赛结果红方胜。And a winner, red color。恭喜汪可涵，你在家乡获得了胜利。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黑龙江北驰奔驰商务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尤天先生，为可涵颁奖。恭喜我们家乡的选手。是我的家人特地从老家赶过来，然后看我的比赛。我妈妈就是做什么事情她都非常支持我，光想着打重击，然后打 KO， 结果打得我自己非常不满意。你看我唯一一场败绩就败给吉米玛了，我们现在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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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朋友。现在把输赢看得并不重，我只想努力的超越自己，然后把自己做到最好，然后我下一段时间可能会做出来决定，我会出国训练。 I hate losing, I hate it, because I'm the one in control. If it happens, it happens. I started too slow. Normally I fight 5 rounds, and Muay Thai is very different. You start slow and you build up. So I was just warm, and now it's done. So, but the girl is good. The girl is good. So it was a nice fight, actually. It's nice. I enjoyed it.